哪讲到这樣？我有拍一片电影，我为着咱这乡亲，咱下摆呢做一个爱国、忧国、建国的尊严的台湾人。咱若死去的时阵，咱要含起去把感觉做台湾人，咱来看一片电影。咱的生活，咱的生活都是在查论。感谢咱杨优当处长，这样精彩演讲，咱再次用咱的鼓声，给鼓励，感谢者。今麦要跟大家介绍，这团体在台湾目前看起来是上爱用，有基层有真大实力，台湾各地有活动拢看到伊去支援，尤其是咱的队伍来，这队伍在台北街头抗争活动。咱常常看到的，就是九空办台湾国运动，由着咱召集人，咱的总召集人谢英元带领着咱的干部，来遮咱大家熟悉，讲话，咱都